纸上的谜语已经被解开，莎士比亚的对白不再精彩，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爱情烟和古老的眼泪，拜拜，飞快而永远。赤裸身体在狂奔，心就没负担，而耳朵被音乐塞满，抛向云端。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。一转忘记我的双眼。嘉伟，你今日咧呢个眼妆系咪配合你个眼色噶？系啊，因为想做一个好迷幻嘅效果。你系最后一个参赛者，我哋先听下评审嘅意见先。嘉嘉啦，拣呢只歌嘅时候咧，哇，系癫咗喎！再睇埋你一出嚟個妝咧，哇！但我覺得你個妝咧係同呢首歌咧係 match 噶，因為件事咧係癲嘅。你呢首歌，我覺得你係好努力地去營造嗰首歌曲嘅氛圍。你問我氛圍係咪中意？我麻麻地嘅，但係我覺得咧你好用心同埋好盡力去做呢件事。師兄，我完全感受到你喺首歌裏邊嘅努力同埋誠意，令到我覺得。我自己都唔知道唱唔唱到咁犀利，你嗰個 range 真係好闊咯。但係我覺得咧，有一啲嘢咧，你可以攞走嘅，就係一種有少少一種好似老江湖嘅感覺。好，嗰個形容詞叫撈嘢。如果你能夠有一種真誠，係令到我覺得嗰個係一個真誠，而唔係你喺度表演緊啦。阿嘉偉，佢哋講到你係咪好想知道佢哋俾幾多分你？係啊，好期待啊！期待係嘛？咁我哋請埋呢啲戰友出嚟先。今个回合 Venus 得分最低，最要分数可唔可以影响目前形势呢？唔使咁沉重嘅，我哋一齐望一望林嘉伟有几多分？80分，多谢。